你把你免费去，去那边，我叫。厉害吧？ 我一看不是这样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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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
客家的是个老师，这个名字。
就是房子是老的，就是里面已经进步了。啊，在你后面。我是怕这些小吃街啊，就是你这有拉肚子，是不是？你也只能看看，因为你要说很干净，我估计也不怎么样。我是回来有两年了，所以我就无所谓了。你吃了，我估计肯定闯祸。没有，他是换区的，我们那里换区的，就是每个地方每个地方就是为了效果。刚刚那个不是是吗？一样的，一个几年就过了。那也可能晚上可以，也可能不可以了，快点，这只是个广告了。啊，还没有用，听到吗？我们找个干净点的地方吃的，先吃个饭。
吃吧，三斤多，就这里，我上一个。对呀、啊。要不你再打五分钟啊？还没讲完咋？准备准备。没事啊，这里没有了。他都不去这个地方了，他不去这个地方了。
你这边虾是多少斤？这是肉多少斤？这个是牛肉，这个是。是的。你这个七八斤，我这一半牛肉就七八斤了。
也是这个客厅。我们问下来。你敢不敢吃？我是无所谓的。对吧？中国不是澳洲，你每个店都可以吃。这是不是？有些店你自己都想不到。现在还没吃完，就开始拉肚子了。那这个店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刚才去的那边，刚才我们想，我想去那边，刚才好，那不就长城？两片啊，五块，两片是五块。
上面是外面是深圳人寄给我的，看了一下，这是不是古德吗？Thank you.
我要买香蕉，好喝香蕉，香蕉香，好啊，还有还有还有。
过来。四节一段的。啊。没事的，继续看一下，没事的。I got my pizza.
后来都帮大家好了，这个我前也是这样的，我前也是，我那个以前也差了，我那个以前啊，我前，他这个五年这个。
间，我们是古间，在深圳，是吧？不同的字，对啊，在哪？古间，豆芽来的。豆芽，要写个小碗，那个明天也是。一个豆芽，一个墨尔。那颗阿迪达斯。我们屌不了。古间呢是 A 户也，就是做别的地方。莆田是纯假货，纯假货，是不是？莆田呢，因为为什么广州这一带这么牛逼呢？就是它很多的废物。啊，这种的，比方说欧米茄，就是为什么国宝强这么多？它是最 AOP 很多，它那个货是不是都是 AOP？ 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豆腐的，我们是小板，四十多大的。我上次看他做的，不能吃的什么？干净个屁啊！你一天到晚在这，你看上去干净的，你进去就是一拉撒拉的。刚刚我看到真菜，啊，广东广州这边都真菜，知道吗？就是有些东西你是看不到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吧。你看那，哪里的？现在的肚子跟我刚回的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吃什么辣死了？我拉一半夜了，我跟你讲，他妈的辣的我他妈的动都不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！我在广州不是隔离了吗？广州隔离他妈的住酒店，然后呢，酒店的饭也不好吃。哎，吃什么辣死了？我跟你讲，那天我主要是这样子的，本来是不会吃菜的，我一大早上就是这样，憋了什么呢？你那个辛辣的东西，辣的东西，对呀、啊，辣的它很脏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拉回来嘛不习惯、啊，他们习惯了嘛，你要吃两个就他妈的就崩溃了，对呀、啊。这两天是有暴雨的，我们这今天到了四川，主要是四川。
Thank you.
请求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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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
Thank you.
贵了。
超过的时候，各位旅客，保险刚才提示您，无论你下车的旅客整理好行李，请提前在车门处等候。下车时，要握住对车门与站台之间的东西，照顾好老人和小孩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前方到站是顺德站。好，我们等一下。这个轮船已经被某航空公司房主提前通知取等候。我接机，注意车门与站台之间的距离，请保持安全距离，别走，不要上前来。请通过站台的门，千万不要随意